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2月14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正月初十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啊，师傅啊。你好啊。弟子向你请安。你好啊。我要问啊，王仁哦。啊。2018年11月11号过世的。2018年10。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吧、啊、叫什么名字、啊、姓严，颜色的严。嗯，严什么叫国家的国，和平的和，严国和。啊，在天上了，玉界天，玉界天。在玉界天的啊，是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还要烧小房子吗？因为昨天他100天了。我觉得你已经烧了蛮多了，小房子应该蛮好的。啊啊，100多张了，对对对。嗯、好吧。在玉界天了啊。啊，感恩师父。之后啊，我还要说一次，问一个亡人啊，李木子李金银的金，年华的年啊，2012年过世的。2012年过世的，嗯。啊。2012年是吧？嗯。啊，现在他在哪里？叫李金什么？啊？叫李什么？李姓李什么？叫李什么？李金莲。金子的金，莲花的莲。啊，对啊，莲花的莲。女的是吧？嗯。啊，女的啊，一个同修的。他不好，阿修罗，嗯。对，阿修罗。哎。然后第一个那个在异界天啊。对。然后我想问一下哦，他那天有回来给我的孩子梦哦。是吧？哪一个？就在啊，是在阿修罗道的。啊，在异界天那个。啊，异界天啊，讲啊，讲吗？讲吗？他做什么？啊，他回来，他给我女儿梦，他讲他。复活了，他复活3个月，我什么意思？他讲啊、哦，复活3个月要投胎了，还有3个月要投胎了，啊、嗯。这样啊，这样还要再烧小房子给他啊？那赶快了，他刚刚可能他这个梦是什么时候给你的？这个梦啊，这个梦给我女儿问我女儿问他啊，你有收到小房子？他讲就是有收到，我才可以啊上来跟你们讲话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本来在地府的呀，啊、嗯。啊，对。现在上来了吗？应该在欲界天，现在可能最后在欲界天了。你赶快再给他烧一点吧。嗯。啊，这个100天我会烧给他。你可能要烧78张。嗯。啊，是一下子烧还是啊多久烧？分开没关系的，好吗？啊，分开没关系。3个月当中嘛，他说3个月嘛，嗯。哦，他因为他跟我女儿讲，他复活3个月哦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在欲界天。哎，赶快。好吧，一些天啊，嗯啊，还有我师傅，我那天有拜师了，我想要问我莲花有栽上去吗？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对对，29193，2193，刚刚拜师了，29193，你的莲花在还在，就是不是太好啊，嗯啊啊，不精进啊，啊不精进，不够精进，对不起师傅。嗯啊你家里的事情忙得太多了，好吧？啊，好了，啊，嗯，就这样，啊啊啊，再见，感恩师傅啊，感恩师傅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。哎。喂，师傅。哎。喂。哎，讲吧。你好，我弟子给您请安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弟子祝你新年快乐。谢谢，嗯。嗯，对不起，声音有点小，您帮我看一下，最近有个同修梦到我，嗯，就。好像2个月之后要死了，好像有劫呢。我是1985年属牛的。1985年属牛的。对不起，师傅。鼻子不要喷啊！鼻子不要喷在话筒上。嗯嗯嗯。1985年属牛的是吧？对啊。85年属牛的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属牛的，应该是去年好像是33岁，今年应该是34了。还没到吧？过生日到了吗？过了吗？我生日好像身份证上是6月5号的。就是还没到呀，你看你现在是2月份，再加2个月嘛，不就是4月份吗？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劫还没过的最后的劫难的时候，你要当心的。那师傅是不是我真的有劫呢？你会有结的呀，但是可以化的呀，可以化掉的呀。我许了，按照你平时的那个开始许了108遍的佛忏悔，自己可能在哪里做错了，还有做错你就是犯邪淫呀，
犯邪淫呀。意念不干净还是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犯邪淫呀。现在我有时间控制不了自己，觉得自己很愚痴。你不能控制不住的，你要知道，任何人只要有因了，他一定有果报的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我自从学清修了，就意念想不干净？对了。你要记住，你所以一许愿清修，你就不能有任何这种邪念了、邪淫了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向你忏悔了，菩萨妈，我修得很差。你要记住啊，因为当你一许愿之后，护法神就会管住你了。嗯。这怪不得我老是有那个显灵的梦考不过关，老是念礼佛。对了。啊，梦考不过关嘛，就是护法神给你考验呀。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师父、那我需要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？你帮我开示一下。跟你讲了，一个嘛就是不要邪淫、第二个嘛要精进努力学佛，好吧？第三嘛，自己呢要有信心战胜自己的病痛。我觉得你现在，如果他要拉你走的话，你可能是在那个妇科上会长东西、啊。那我需要怎么化解呢？师父，像之前学的那样做行不行？许了经文组合108招，你赶快念掉呀，先念掉吧。你现在还、有没有还剩70几张啊？现在念的不多，才刚刚许愿的。1月24号，人家梦见说我2个月之后要走人了。哎，要当心了。一般的，如果梦见要走人的话呢，就是生重病。因为梦中总是比现实要严重多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好紧张啊，师傅、还有师傅，就是我的那个业障现在比例是多少啊？之前您帮我开的是32。业障比例是吧？嗯，对。几年属什么的？1985年属牛的。还好啊，28呀。哦，那比之前早了。我2015年9月5号打通您的电话的时候，把我开的是30多。嗯，现在下来的。嗯。那我修行方面需要注意一些哪些？你要记住了，你这次什么都没有，最主要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个梦考没过，你的境界就你的可能这个劫的时候就很难过，听得懂吗？梦考很重要的，梦考都是护法神考我们的。嗯。好、妈妈。我知道了，师傅。好了。可是我有时间真的控制不了，在工作的时候，可能因为前世感情上面欠很多的债，老是管制不了自己的意念。嗯，没有关系的，好吗？你要记住，一个人只要改了就有希望，不改就没希望，好吗？我会好好努力改的，师傅。嗯，好了。师傅，我有没有这个机缘，能够去澳洲跟着你出家修行？我一直自从跟着你学了这个法门，一直想。现在很多人出家是很好，因为现在澳大利亚你要在澳大利亚定居是很难的，不容易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出家了之后留不下来，你到一段时间你又得离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最好有这个机缘，不要着急吧，师父看一看吧，好吗？好吗？你帮我看一下，师父，谢谢您，感恩您。以后吧，好吗？以后啊。等机缘成熟吧，好吗？好的，我会好好努力念经化解消业障的。好吗？那您帮我看一下我贴的莲花还在不在？什么号码？1124，1224，我想不起124。那对不起，师傅，好像是1224440还是41，我忘记了。12240。还是12241，我忘记了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您稍等一下，马上看到了，我的那个地址证，您稍等一下，是12241，对不起，师傅，12241。241。当心啊，莲花不是太好，嗯，好吧。是不是快要掉了？嗯，要掉快了，但是还没掉，好吧。好好努力。师傅，那我这个节能不能过这一次？你给自己念小房子呀，多念一点，好吗？嗯。好吧。好嘞。你与其害怕，你还不如多念，不会有问题。要求观世音菩萨。我会努力的，师傅。好吧。好嘞。好。嗯。就这样。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你帮我看一下，师傅。
图腾颜色啊？对。属什么？1985年属牛的。还可以啊，白牛啊。白色的是不是？对。不知道我老是喜欢白色的衣服。啊、嗯，好吧，好了好了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今天打通您的电话。嗯、好。好了。您能帮我看一下我姐姐的一个小孩吗？也是跟着您学的。你想问什么问题吧？你想问什么问题、啊？我就是想帮他问一下，他老是看到那个，他现在还很小，他老是看到菩萨，还那个，是他自己身上有那个，还是本来他能看得到呢？看得到。他是2007年。他是2007年属猪的。我都看到他了，嗯。你看到他怎么样，师傅？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他以后稍微大的，大概他还能看到两三年吧，嗯。哦。两三年之后就看不到了。那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因为他现在还小，就怕他。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，嗯。大悲咒是吧？好吧，叫他跟观世音菩萨求，不要看到什么，看到什么的话，以后上课啊、哦、什么都会麻烦，嗯。是是是。好吧，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哦。好了好了。哦好，对不起师傅，弟子真的好想你啊。啊、哦，乖一点啊、哦，乖一点啊。再努力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、哦，再见。嗯。可怜呢，人生啊，就是要好好的克服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烦恼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。你好。向您请安。谢谢。请您看90年马女，29岁的劫过了没？应该过了，她好像已经有过一次，好像有过一次小的那个劫了，嗯，小劫，嗯。现在我皮肤很不好哎，就是，这就是我们说了过一过二不过三呀，你自己要当心了，好吧？像是不是有什么杀业呢？皮肤不好都跟杀业有关系的，上辈子的有杀业。那请问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68张。68张要针对是杀业来忏悔吗？就给你自己的药经者就可以。然后要需要念礼佛吗，师傅？要，礼佛每天三遍。礼佛每天三遍，然后就是要带几箱神咒呢？是不是在生日之前之后都要念？对。那个小房子200多遍的。对对。好，那师傅，请问我身上还有没有灵性？观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你的颈椎脖子上还有灵性。啊，痒痒的。对，呵呵。请问那几张小房子，就跟68张。对，一起的，一起的，好吗？好。嗯。请师傅看莲花，17322，男生。这个人莲花不好啊，掉下来了。哈？17322。对呀、啊。我的父亲哎。啊，掉下来了。嗯。他做了什么事吗？他已经清修了。呵呵。你去问他，64年的龙。你去问他，他你就知道了。进修也吃素。嗯。啊。淫念，犯淫念了，嗯。念头吗？念头。啊，有可能看了不好的东西了，嗯。OK。你赶快叫他念礼佛。好的。念礼佛要念，要念59遍。1322莲花好不好 ？OK。还有一朵莲花，17302。我的姐姐，女生。嗯，在，她在，很亮。啊，还好，还好。嗯、她在。那我本身呢？19295。嗯，也在。嗯。但是我的父亲，能不能看看他图腾？他是64年的龙。知道了。男生。你的爸爸主要是脑子里犯邪淫了，嗯。他常常梦考，他都有过。你去问他们就知道了，他最近有没有犯邪淫，他就知道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好，我会帮我父亲问问、嗯、好了，能不能看家中佛台，师傅还有时间吗？家中佛台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佛台在家乡马来西亚的佛台，嗯，还可以，但是好像有祖宗来呀、啊、嗯对对对，因为旁边就是有供奉祖宗的、啊、师傅看得见、嗯、就是佛台不需要跟动吗？不需要更换位置吗？太近了，稍微分开一点吧，嗯，稍微分开啊，或者搁一个屏风也可以，买个屏风吧。
好的，明白明白。OK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吉祥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师傅，感恩您。再见再见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好，谢谢。师傅新年快乐，祝师傅新的一年法体安康，长住人间，普度更多有缘众生。谢谢谢谢。师傅帮忙看个图腾，看看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第一个是男的，1986年的虎，女的1989年的蛇，他们看看他们有一个孩子。男的是八几年的？86年的虎。虎啊，还有一个女的呢？89年的蛇。啊，知道了。两个人生理上都有点问题啊。哦，男的也有问题，男的也有问题，也有哈。他们之前有第一个孩子是羊水破了，然后第二个孩子医院检查他的嘴巴有问题，打掉了。哎，然后他这个是什么因果？那第二个孩子们有杀业，第一个孩子也叫有杀业，就是说他们两个孩子走掉的话，本来是来讨债的，你就等于把他打掉的话，那你还是欠人家的债啊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像这样的话，他们何时可以有个孩子呢？念经吃全素。女的已经吃全素了。男的也跟了信，还没吃全素。你男的可以叫他先不要吃活的海鲜嘛，活的东西都不要吃。好吗？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他那小房子的放生需要多少？放生要6000条。6000条。小房子先念85章。先念85章。然后两个人平时不能有这种啊，这种最好不要有这种邪淫，因为在因为在正规的佛教讲起来，除了啊这个生孩子是比较属于正的，其他都是属于啊有点像邪淫一样，因为你玩嘛。你听得懂吧？是的。好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那个看一下1988年属狗的女的，她梦到阿弥陀佛说过几天过来接她，是不是她要走了？1958年属什么？1958年属狗的女的。啊，还有好几年呢。还有好几年、啊。也阿弥陀佛跟她说来接她，过几天的话，天上一天嘛，人间一年呀。是这样 师傅你看一下他那莲花1319。我看他64岁到65岁的时候，有可能一个劫会走掉。会走掉哈。他那莲花是1319还在吗？1319。还在不在？1319。还在。感恩师傅。杨国勇王然男。国家的国，勇勇敢的。国家的国，永远的勇。他在哪里？需要多少小房子？男的是吧？对的，男的。几年走掉的？2018年11月份走掉的。阿修罗道。还需要为他烧送多少小房子呢？68。68。看看能不能拖上去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下次节目。